孟玉，你听清楚，我不爱你，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，注意安全。安心，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我孟玉想嫁，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。下面有请新郎杨建，新娘孟玉。 先生，厨房下班了，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没事，那你帮我打个包吧。好的。